大陆激光枪成眼慢足半粒钟，外表睇落好似普通枪咁，实际哇十足十未来武器咁，俾佢射中对眼，会有成分钟睇唔到嘢，要半粒钟先回复正常。不过苏州发明商就话唔会有后遗症，公安已经大手买入验收紧噶啦。目前世界上最小的这个瓦数级别的激光器，体积只是做到一般烟盒一半的大小，它整枪的质量和体积都大大的减小了。不过都有成5.6公斤重，插电之后可以射成万次，每支成为15万人仔。但系都有网民话，用啲咁贵嘅武器嚟镇压啲手无寸铁嘅民众，实在太过分了。